在末了的时代，主要呼召得胜者。这边的信息说到西安和耶路撒冷的宝贵，以及西安是得胜者的光景。为什么神要呼召得胜者？就在召会有一个堕落的情形，所以要胜过这个堕落需要兴起一般得胜者。今天我们是得救了，得救是不够的，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心意，光得救也没有办法完成神的经纶，所以神需要得胜者。这个信息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耶路撒冷是预表召会，西安山是预表召会里的得胜者。所以今天神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头要产生一般的得胜者。这一般的得胜者不是我们观念中的所谓一个一个的属于大案，一个一个的所谓的属灵人。这里的西安乃是指责被成全而且成熟的团体的神人，团体的神人。我们需要被成全，然后我们达到成熟，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故事。我们的生命需要借着吃，需要借着喝，需要借着呼吸，我们的生命才能慢慢一天一天的长大和成熟。我们要结束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活，个人单独追求的生活，我们需要过一个团体的神人的生活。这个今天是神所要的，今天我们的召会生活就是一个团体的生活。在这个团体的生活里面，神要得着一般人，他们叫做西安呐、这个西安就是城里面，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高峰。我每次读到这个信息总是要一个转，什么转呢？要从物质的范围要转到属灵和属灵的范围。讲到西安，讲到耶路撒冷，总是想到那个物质的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需要转。耶路撒冷就是今天的召会生活，西安就是召会生活里面的得胜城，召会生活里面的这一般可慕被成全、可慕生命成熟的这一般的团体的神人。那这个信息里面我最摸着就是这里给我一条路，就是如何达到西安的高峰。这个第二大点的第七个终点，我们一同再来读一下。第二个大点的第七个终点，达到西安高峰唯一的路乃是借着祷告。我们要借着祷告达到西安，就需要认识祷告的意义，以完成神的经纶。换句话说，达到这个西安高峰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借着祷告，没有其他的路了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喜不喜欢祷告？姊妹们，我们喜不喜欢祷告？你们喜不喜欢听到？可能讲听信息我们很喜欢，香调教育我蛮喜欢，上百万公司那更好，但是一天要祷告可能就不一定那么有兴趣了，因为那个是不是你天然人喜欢的东西？那个达到西安，就需要借着祷告，需要回到灵里来祷告。那这里的重点是给我们看见，怎么样这个到底达到西安的这个祷告啊？若是说我们没有祷告，我想约王，我们有没有祷告啊？有。那你有没有过得胜的生活啊？你的祷告跟得胜有没有关系？当然，我们都承认，我们有一点祷告，那你的生活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那天若是没有祷告，可能你的生活完全是一片的混乱。这里所提到这个祷告，他说祷告乃是人呼吸神，得着神，而且给神来得着。真实的祷告乃是在神面前
一呼一吸，教与神彼此的接触，互相合作。所以这个很明显，这里的祷告就是指的说，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生活，就是我们的呼，也是我们的吸，这个是最平常的。我们就是简单的呼求，哦，耶稣，哦。这个操练不能停止，所以主的话说要不住的祷告。你看我们的呼吸能不能停止？你喝水，你说我半天不喝水没关系，甚至一天不喝水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一天不吃饭也没问题，但是呼吸呢，可以吗？不行哎，你一分钟不呼吸，我们就跟你说拜拜了。所以祷告何等的重要啊！阿门。所以我们要达到西安，第一个我们要操练，祷告必须成为我们的。阿门。我们24小时要借着简单呼求他的名，来呼吸啊，这位是我们空气的主。阿门。我们若是没有这样的呼吸，有一个结果你是可以肯定的，就是你要面临一个属灵的死亡。一个是属灵的死亡就等在你的面前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呼求主的名。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这样的一种的祷告必须是24小时的，不间断的。第二个，这里的祷告是高的。第二点是说，要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啊。我们的祷告有没有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？这个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达到西安。我们的祷告都是只是一般的，没有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，那个还不是这里所说的能够达到西安的路。什么样的祷告能够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？我愿意借着后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帮弟兄姊妹们把以弗所书16:16-23，再加上以弗所3:14-21，这一共是16节的圣经，8+8，一共是16节的圣经。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从今天回去，一天导读一句。好不好啊？好，一天一句就可以了。你把这个保罗的这个祷告要化成你的祷告。你若是摸着这个祷告的内容，再化成你的祷告，你的祷告啊，就是发表神心意的祷告。李弟兄说，保罗这个祷告啊，你若是进到里面去的话，你对其他的祷告就没兴趣了。保罗这里的祷告不仅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，更是求经历的祷告。所以我怕我们在座的中壮年追求弟兄姊妹们，这16节的圣经你需要用16天的时间，每一天呢、导读一句话。大家阿门吗？最后把这个16节要背起来。这是我们这学期的功课啊！以弗所就是这个书都有嘛，85面，85面，以弗所1:16-23，加上以弗所3:14-21，8+8一共是16节。把我们这学期啊，要借着保罗这个求启示和经历的祷告，也变成我们的祷告，要加强我们的祷告，把我们祷告不是只是为自己在那求东求西，我们要摸着神的心，神要的是什么，神的启示是什么，神要带我们经历的是什么。把这16节的圣经，中壮年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都会背，每一个人都会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来发表神的心意，好使我们能够达到
属灵的高峰，就是西安的高峰。因为祷告是达到西安唯一的路。愿神祝我们操练像保罗这样的祷告，来发表神的心意，完成神的经纶。